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讲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今天这一讲呢，我们要来继续讨论供给哦，讨论那个在市场上卖方的哦供给的行为。我们要来继续谈生产成本与厂商的供给决策哦，生产成本与厂商的供给决策哦。在这前几讲之前呢，我们有说过，在我们这一个 part three 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主要讨论是厂商的供给决策。那我们说厂商在供给在市场上供给产品的时候呢，事实上你当你要去思考他们的供给决策的时候，你要去想想看，他供给这个东西，生产东西都是有成本的。所以我说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的成本，而我们如果要先了解他们的成本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说他们的生产过程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在整个这一 part 里面呢，我们陆陆续续谈的说，这个厂商的这个生产的情况怎么样？用一个一般性的架构来讨论生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成本。谈完成本，了解厂商在生产的时候的成本结构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谈供给决策。那在我们上一讲中呢，我们有谈到说，当你了解厂商的成本后，你来谈厂商的供给决策的时候，你还要了解说厂商所处的那个市场结构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市场呢，有很多竞争者，还是只有他一间公司，还是有几个大竞争者互相牵制。在我们这个经济学的这个初阶的课程里面呢，我们谈的是说，在市场上呢有很多同质的厂商，小厂商在竞争的这个情况，我们只谈这个情况。我们说呢，这个情况叫做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那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要来谈谈，在这个结构之下，在这个市场结构之下的厂商他怎么样做决策，他怎么样做他的供给决策。那你在谈厂商怎么做供给决策之前呢，你要在想说，在厂商在市场里面到底脑袋在想的是什么。经济学家一般来说，我们会假设说，厂商在市场里面呢，你不是在做善事啦，你不是在做善事，厂商在市场里面生产东西呢，无非就是希望能够获取利润嘛，赚钱。那用我们专业的术语来说呢，就是要利润极大化，要让他的利润最大。那一般的术语就是要发大财嘛，这个相信大家都同意。然后厂商你在市场上生产东西呢，供给产品呢，你最重要的目标是发大财啦，最重要的目标是发大财嘛，大家都是这样想啦。那当然这几年有些新兴的一些 idea 说，可能有一种企业形式叫社会企业，目标可能不是要发大财，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目标，希望说，可能在这个生产的过程里面呢，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那当然他还是要维持他基本的生存，有这一类型的这个企业，不过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太多，大多数公司显然你在里面就是要赚钱嘛，要赚钱嘛。那当然有些公司是打着社会企业的名号，他实际上也在赚钱，也在赚钱。不过 anyway， 用这个假设去讨论厂商的时候呢，我想大概是能够 catch 到或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啦，描述厂商的这个行为。那厂商在市场面做决策的时候，基本上要做两个事情，要做两种决策。经济学家呢，我们之前谈市场，都是谈价格跟数量的关系，价格跟数量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厂商的供给决策里面呢，我们基本上也谈两个决策。当然你说厂商在市场面他会做各式各样的决策，比如像他可能要做怎么样行销，行销的决策，怎么样决定产品的各式各样的其他的特征，等等的啊。有些时候如果是寡占的市场，我说市场上里面只有几间公司互相在竞争的时候，你可能还要考虑对手的行为，怎么样去因应对手行为，这种决策。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完全竞争市场里面呢，我们就谈两个决策。这也是一般来说最基本的两个决策，一个是定价，一个是产量，我到底要生产多少。那在完全竞争市场里面呢，它的定价决策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上一讲里面呢有谈到说，厂商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时候，它会面临完全竞争市场的两种特色。完全竞争市场的特色一是什么呢？大家回想一下，我们上一讲在讲的完全竞争市场的第一个特色是，如果厂商要多卖东西，它不需要降价。市场呢对它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存在，它在里面只是小小的一个小厂商。你今天如果扩增你的产量呢，对市场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对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所以它总是可以用一个固定的价格。如果你今天要多生产的，其他厂商都不变的情况下，都没有改变他们的产量的情况下，你多生产的，你其实还是可以用同样的价格把东西卖掉。那所以如果你今天产量变多，
你要多卖掉，你为什么要降价？你就不需要降价。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另外特色二是什么呢？是如果你涨价了，顾客全部都会跑光光，因为你生产的东西呢，跟你的邻居、你邻居的邻居、你邻居的邻居的邻居等等的，全部生产的东西都一样，所以你涨价，消费者、当然就跟别人买啊。哦，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上一讲有讲过，厂商所面对的需求线是什么？一条水平线哦，一条水平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怎么做定价决策？就非常简单，跟着市场价格走就好啦，定价跟着市场价格走啦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发大财要跟着市场走啦齁，不是跟着秃头走啦齁，跟着秃头走没有钱的啦齁，跟着市场走齁，跟着市场走啦齁。那如果你定价很简单的话呢，那你接下来就只剩下一个问题齁，这个问题叫做产量决策。厂商要决定生产多少量。那我们这个是基础的经济学课程，我们基本上就谈厂商的短期决策。我们复习一下，什么叫做厂商的短期决策？短期决策呢，讨论的是说呢，当厂商哦，他在决定要生产多少产量的时候呢，哦，他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决定他要生产多产量，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嘛，对不对？我们在之前在讲生产的时候有提到过，厂商要生产东西。哦，调整产量的时候，你透过调整生产要素嘛，哦，你今天要多生产东西，要多找几个人来加班，哦，多找几个人加班，或者说你就多投入机器设备。那我们说有些生产要素，哦，比如像如果你今天决定的是，欸，下个礼拜要生产多少，下个月要生产多少，很多时候你能够调整的生产要素投入量是只有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不能调整的。另外一个不能调整的，我们说这个叫做固定的生产要素。那什么叫固定生产要素？机器设备，哦，机器设备啊，有些时候如果你在谈生产要素的时候，你把技术放进去，技术也是，哦，技术也是，哦，所以在短期里面呢，唯一可以调整的比较容易调整的生产要素是劳动投入的数量，哦，比如像你可以临时找临时工来帮忙，你可以临时呢请大家加班，哦，那当然加班要付加班费，所以你如果要决定提高产量的时候呢，哦，要付出成本的啦，哦，要付出成本的。那当然如果你要降低产量的时候呢，哦，可能就哎，欸，我就不找临时工了，或者说就大家 OK 好吧，本来工作八小时变成工作六小时，然后变成工作六小时之类的，或是有些厂商就会放无薪假诸如此类，像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短期的时候呢，我们说什么叫短期，就是有些生产要素是不能调整的，哦，不能调整，你把它当成固定资本技术，哦，不能够调整的。所以短期我们这边只讨论这个短期要生产多少量，那所谓的短期就是你很多生产要素是不能调整的，你只能调整劳动投入量。所以当我们说短期的生产决策讨论说，欸，厂商决定要生产多少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在讲说想说厂商要决定投入多少的劳动力，透过决定投入多少劳动力来决定短期的时候要生产多少量。所以这个就是厂商在做短期的，比如像他在想下个礼拜想下个月我到底要生产多少的量的时候在想的问题，想的问题，这个就是他们产量决策的内容。那怎么决定厂商如何投入最佳的劳动力呢？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什么厂商在，公司在市场里面想的是什么？发大财，大多数人应该都是同意这样的看法，然后你在里面就是发大财，那发大财就是利润最大化。所以如果你要想说厂商要生产多少量，什么样投入多少劳动力才是最好的，你就要从利润的角度来出发，投入多少的劳动力生产多少产量，哦，你投入劳动力，那投入越多劳动力产量当然会上升，可是投入劳动力呢也要有成本的嘛，就像我刚刚说，你找人来加班你要付加班费啊，多找临时工要付钱啊，不能够到叫年轻人不付钱啊，很多老板喜欢这样讲，然后我们要创业，创业就是要忍受几年都不拿薪水啊，这是讲干话，然后不能这个样子，然后你找人来工作要付钱的，然后要付钱的，不能够叫人家说啊，这个打工当学习哦，这没晒啦，吼，慢内啦，吼，拜托一下，所以投入劳动力要付成本，投入劳动力相应来说也有产出，所以你要决定一个最适的产量。哦，你有些时候找太多人来加班，加班费付到太多啊，增加产量增加一点点，那或者是说市场价格可能也不好美合啦，哦，所以你就要做个平衡，想说投入怎么样的劳动力
刚好那个成本 OK， 然后呢，你收到的钱也不错，相除之下，哎，利润最大，相减之下利润最大。我们要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从利润来算出最适产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那所以利润长什么样子？哦，要想利润长什么样，利润 profit 长什么样子呢？非常简单，利润的一个函数哦，我们把这个 Q 标起来，因为我们现在要想的是决定这个最适的这个产量。那这个产量呢，哦，你知道当产量在变动的时候，你的利润的数字会变动哦。哦，我再重复一下，为什么产量在变动的时候利润会变动？因为你的产量是从你的什么？投入劳动力来的吗？你投入劳动力的时候，你要付成本啊。那投入劳动力多的话呢，那个产量也会提升啊。哦，产量也会提升啊。所以这个利润会跟你的产量有关系。你的产量变高了，哎，你可能收到钱变高。可是产量变高的时候，因为产量是来自投入劳动力所造成的嘛，投入劳动力要付成本啊。哦，所以它跟 Q 有关系。我们把它的式子写成这个样子 ：Pi Q 等于 P 乘 Q。减掉 TCQ，P 是价格，乘上 Q 是你的产量。那这个 P 呢？哦，我们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你的定价决策是什么？就是跟着市场走。所以 P 是价格。我们有说过，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呢，不论你要生产多少，不论你生产多少，你总是可以一个固定的价格来卖。所以这个是市场价格，总是可以用一个固定价格来卖。所以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恒定不动的。对小厂商来说，他不需要去想这个价格会因为随着他产量的变动而变动，所以就是 P 一个常数乘上 Q， 减掉什么呢？你生产东西，你卖东西出去哦，你生产 Q 卖东西出去，你赚到钱，你要有成本的。我们刚刚有说到哦，你产量要增加是透过增加劳动力嘛，哦，增加劳动力会有成本，所以这个是 TCQ 是 Total Cost， 我们在成本的那一讲里面呢谈了很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 TCQ 呢会等于什么呢？第二行 P 乘 Q 减掉 TCQ 会等于第一个 P 乘 Q 一样，总成本会等于总变动成本加总固定成本，所以我们就把它写下来，减掉 TVCQ 减掉 TFC， 成本分两块，一块是 Total Variable Cost、哦、总变动成本。好、哦，这块总变动成本呢，我们在成本部分有跟大家提过，它是所谓的当你产量变动的时候呢，哦，这一块成本会变动，哦，这一块成本是会变动，所以这是 total variable cost， 它是 Q 的一个函数。下面这块呢 ，TFC 哦 ，total fixed cost 哦，我们在成本那一讲也有讲过，这一块呢是总固定成本，也就是说你一定会有一块哦，在短期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块成本，这块成本是。不论你产量是多少，你都要付的这笔钱，你都要付一笔固定的钱、哦、你会有这一块总固定成本、哦、总固定。当然，如果你没有用到机器设备，你可能不需要付这个东西。然后，大多数的情况，你都会有总固定成本，你总是要用机器设备，你总是也要付房租啊。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机器设备是可能你房租签约1000签一年，所以你在年终的时候，不管你产量怎么调整、哦、不管你怎么调整，你不生产，你还是要付这笔钱哦，因为已经签下去了，或是机器设备哦，你去跟人家租约签好了哦，就算你年终产量要领，你租金还是要照付啊哦啊，如果你要增加机器设备呢，明年再说了哦，明年再说嘛哦，或者我现在买，明年才就定位嘛，所以这一块呢，你在短期调整产量的时候，总是付固定的钱的哦，所以我们说总成本分两块，总变动成本跟总固定成本哦。好，所以这个是利润，利润是 Q 的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呢，我们先用图形来看它，看它长什么样子哦，看它长什么样子。这是一个 Q 哦，跟这个是钱的一个 2D 的图啦齁、哦。那我们说呢，刚刚说 P 乘以 Q 哦，在图形上长什么样子？蓝色的这条线，蓝色的这条线。蓝色这条线呢，叫做 P 乘以 Q，P 刚刚跟大家说过，这在完全竞争市场，不管你 Q 怎么调整，你 P 总是可以用个固定的价格把东西卖掉，所以这个 P 是一个常数 ，P 是一个常数，所以 P 乘以 Q 就会是从原点出发的一个直线，然后一个直线，对不对？当你每卖出一单位 Q 的时候呢，你多增加收益就是 price 嘛，所以你看它的斜率是固定的，不会动。那接下来这条黑线呢？是什么？是总成本。我们在成本的那一讲里面呢，有跟大家提到总成本的图形呢，通常
长得类似这个样子，然后中长长得一个类似这个样子，那这是短期的总成本税。你看它不是从原点开始，它是从这边开始，这边是什么？总固定成本，从这边开始总固定成本。哦，总固定成本开始，然后随着你的产量增加之后，总固定成本就会变化。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那总固定成本呢，不管你前面有没有这一块，通常后面都会有这一块。这块是什么呢？随着产量增加，你看总成本的斜率越来越大，斜率越来越大。这个斜率是什么？边际成本。哦，是边际成本，所以这一块呢叫做边际成本递增。哦，有些公司规模很大，有些厂规模很大，可能边际成本递增这块放在非常非常后面才会出现。有些公司呢可能在前面的时候就碰到。哦，当你要扩增产量的时候，慢慢的哦，你会看到很，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会看到这一块。哦，边际成本递增，这个是我们在前一讲的时候讲到那个总成本的函数，哦，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刚刚说利润是什么呢？利润就是你收到的钱 P 乘以 Q 减掉 TC 嘛，所以这两条线中间的差值就是利润。利润 π 是 Q 的一个函数，哦，等于 P 乘 Q， 前面这一块是 P 乘 Q， 所以它是 Q 的一个函数减掉总成本，总成本也是 Q 的一个函数。哦，那这个函数呢，哦，我们可以把中间的差值呢化成这个样子，这个就是利润的函数长的样子。哦，所以你看利润的函数大概长这个样子，一开始的时候 PQ 比较低， TC 比较高，所以减出来是负的。慢慢的到这一点，这一点是什么？损益两平点。然后在这一点损益两平点， P 乘 Q 减掉 TC 刚好等于零。然后慢慢的呢，当你产量增加的时候，它的这个什么利润就变成正的了。从这个图形上你可以看到利润最大点是哪一点？这一点，对不对？哦，是这一点。啊，这一点有什么特性？斜率为零，哦，斜率为零。所以回想我们在 Part 1的时候有谈到说，哦，利用微分的概念来找出极大值极小值嘛，对不对？所以你说我们说，你可以用斜率等于零，哦，找这个 πQ 这个函数里面的哪一点斜率为零？斜率为零的那一点呢？哦，斜率为零的那一点呢？它会出现极值，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有哪两点斜率为零？这一点斜率也为零，这一点斜率也为零嘛？这一点斜率为零，它是极小值；这一点斜率为零，它是极大值。所以我们在那个数学的那一讲里面有提到，通常求极值问题，你除了看斜率为零以外呢，你还要看一个叫做二阶条件嘛，就是这个利润函数的微分再微分，哦，微分两次，然后你先用斜率等于零找出极值，哈，极大值或极小值。第二个再把不同的极值带进去，看它的二阶条件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哦，看它是大于零还是小于零，哦。那不过呢，在这个比较基本的经济学的课程里面呢，通常我们会让题目不会把题目变得那么复杂，然后通常比较简单，就是说，你只要看一阶条件就可以，它大概只会出现极大值。然后那当然你知道在那个实际的那个真实世界里面呢，可能你的 TC 的函数很复杂，虽然最后一定会有这个边际成本递增那块，可是搞不好长得这个样子，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这个二阶条件。好，那不过在这边呢，我们就讲的比较简单，我们只看一阶条件就好。一阶条件是什么？找它的利润函数的微分，然后看它那个微分的哪一点呢，会让它的微分等于零，也就是说它切线的斜率为零，这时候会找到极大值。哦，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想法出发，哦，求出极值即可找出让利润最大化时的最适产量。那利润函数对 Q 求微分，设它等于零，这个是一阶条件。如果忘记的同学呢，再去看看数学的那个部分，求极值的那个部分复习一下。好，我们设这个就一阶条件。然后呢，这个 π 长什么样子呢？我们说刚刚前面说 π 长什么样子？利润函数是这个样子 ，P 乘 Q 减掉 TCQ， 对不对 ？P 乘 Q 减掉 TCQ， 所以 P 乘 Q 减掉 TCQ， 啊，我们说总成本分两块，总固定成本跟总变动成本。总固定成本是不管 Q 怎么变动，总固定成本都不会变动，所以它对 Q 求微分是什么？会是零，所以我们只要看总变动成本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把 π 呢，哦，对 Q 求微分，你就会是看这两块而已啦。P 乘 Q 对 Q 求微分 ，TVC 对 Q 求微分。P 乘 Q 对 Q 求微分是什么 ？P 是一个常数，固定不动的，都不动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就想象它是可能是2啊、3啊、4啊、5啊之类的，
五 Q 对 Q 球微分是什么？就是五嘛。六 Q 对 Q 球微分是什么？就是六，它是常数，所以微下来的结果就只有 price P， 这是常数。dTVC over dQ 这个东西就是总变动成本对 Q 球微分，它会是什么东西？哦，回去想想哦，我们在前几讲有讲到那个成本哦，有讲到成本函数的那个部分。我们说总变动成本对 Q 球微分就是边际成本。边际成本讲的是什么呢？当我增加一单位产量的时候，成本增加的量是多少嘛？当成本增加一单位或者增加极微小的单位的时候，那个成本增加的这个什么成本增加率会是多少？哦，极微小一个单位，极微小的一个单位的时候，哎，总成本会增加多少？那在短期的时候呢，总成本增加部分就总变动成本嘛，就总变动成本，总变动成本对 Q 求微分就是边际成本，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P 减 MC 等于零。所以一阶条件是什么 ？P 等于 MC。所以呢，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哦，如果你要找出决定你的最适产量的时候呢，哦，你就用这个条件，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这个条件呢，去找出你最适的 Q。我们知道在你的产量如果是决定这个 Q 的时候呢，你的利润会最大哦，你的利润会最大。P 等于 MC 的时候呢，找出来的 Q 呢会让你的利润最大哦。这个就是那个厂商在完全竞争市场之下呢，你决定最适产量的这个条件哦，最适产量条件哦。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哦，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利润最大，然后这个时候利润为最正的哦，最是正的哦，是正的。哦，总营收大于总成本，哦，总营收大于总成本。好，那我们接下来谈一个迷思，哦，这个迷思这个样，我们刚刚说，在短期的时候呢，厂商如果要让它利润最大，最适的决策是在 P 等于 MC 的那一点呢，价格等于边际的成本的那一点呢，找它的最适产量，这个时候呢，它的利润会最大。那这个迷思是这个样子齁，过去接触一些中小企业者，那都会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诶，我在哪一点生产会让我的利润最大。他们说诶，我在平均成本最低的点生产。齁，我在平均成本最低的那点上，我会想说诶，在平均成本最低的那点生产啊，很直观嘛齁，我在这一点生产，我调整产量，业者都知道我怎么样调整产量会调到说诶，我的边际成本最低的那一点。那通常会想说诶，我在这一点生产我边际成本最低。可是边际成本最低的那点是不是你利润最大的这一点？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那一点在那一点生产是不是最好的？哦，在平均成本那一点，最平均成本最低的那一点是不是最好的？利润是不是最大？利润是不是最大？哦，我们从这个图来看，哦，这个图是在前期讲的时候讲成本的图的时候，大家应该看过了，非常熟悉。哦，我们假设呢，边际成本长这个样子。边际成本跟平均变动成本最低点相交，边际成本跟平均成本最低点相交，所以在这一点呢，红色的这一点呢是边际成本跟平均成本最低点的那一点相交哦，所以这点在相交，那这一点呢就是平均成本最低点，这时候是 Q1。想的问题是在 Q1 那点生产的时候，对厂商来说是不是利润最大的那一点？你觉得这一点利润会不会最大？你可以这样想问题，如果这一点是利润最大的话，那我在这一点调整我的产量，比如像我增加一单位，那如果是利润最大的话，那我增加一单位我利润就会下跌。哦，对不对？减少一单位利润也会下跌，那表示这点利润最好嘛，熊盖赞美啦齁，熊盖赞美都当加生产。哦，所以我在这一点增加产量减少产量，诶，边际成这个平均成本都会增加。所以想象哦，想象如果这一点利润最好，那这一点应该利润最大，所以你在这一点上增加一单位减少一单位，诶，那个利润应该都会下降。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可能不是哦，可能不是哦。我们再这样来想，如果你今天在 Q1 这一点增加一单位产量，增加一单位产量的话会怎么样影响到你的这个什么，会怎么样影响到你的这个利润呢？你可以这样来想，你在 Q1 这一点增加一单位产量哦，增加一单位产量哦，其实是增加一点点哦，不过这实在太难化了哦，增加一点点。那个应该不会跑那么过来哦，可是你可以这样想啊，在这边增加一单位，你的成本会增加多少？你的成本会增加 marginal cost 嘛，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定义是什么？你增加一单位产量的时候呢，成本所增加的量嘛，对不对？所以你在 Q1 这点，如果你增加一单位产量，你的成本会增加多少？就是增加边际成本，这是边际成本的定义。
你在那一点上呢，在 Q1 这一点增加一单位，成本增加多少，就是增加边际成本嘛，就是增加边际成本。收益呢，增加 P， 为什么增加 P？ 啊，你多增加一单位，不是能够多卖出一单位吗？啊，我们说这个叫完全竞争厂商，总是可以用一个固定的价格卖出去啊，所以你就是多卖出 price 啊。你看看，多增加一单位的时候，成本多增加 MC， 收益多增加 P， 啊 P 比较大还是 MC 比较大？在跌一点上，你看到 P 比较大还是 MC 比较大 ？P 比较大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这一点上面增加一点点，增加一单位，你会看到说，其实 price 比较大哦 ，price 比边际成本大啊 ，price 比边际成本大表示什么？你增加的收益在这一点上面，你多生产一单位，你增加的收益会比你增加成本还要来得高。你增加的收益会比你增加成本还要来得高哦。Pi 等于 PQ 减掉 TC 嘛，在这边你增加一单位的时候呢，你利润也会上升。为什么利润也会上升？因为 price 比边际成本多增加一单位的时候呢，成本增加 MC， 多增加一单位的时候呢，收得到的钱多增加 price。Price 比 NC 大，所以这时候呢，你的利润的变化，你利润的变化会是正的还是负的？你利润的变化会是正的，因为利润变化等于 P 减掉 NC 嘛，利润变化等于 P 减掉 NC 啊，你增加一单位，增加一单位的钱 ，Price 进来，增加一单位，成本增加 Marginal Cost，Price 比 NC 大，所以是正的，正的话，利润就会上升。哦，所以在这点可以看得到，在平均成本最低点生产呢，不见得是你利润最大，不见得是你利润最大。从这个 idea 出发，你就会知道利润最大的那一点生产是多少。P 等于 MC 的那点利润会最大。哦 ，P 等于 MC 的那点是最大。哦，所以这个就是让大家了解说，在平均成本最低点生产的时候，利润不见得会达到最大啦。哦，利润不见得会达到最大，利润达到最大的点是 P 等于 MC 的那点。哦，有些人哦可能就有这个迷思，那希望看了这个，听了这个讲哦，你回去想想看，你在你决定生产的过程中，哪一点才是真的利润最大点？不见得在平均成本最低的那一点哦。哦，好，所以这一讲呢，大概跟大家讨论了这个厂商哦的最适决策，要怎么决定你最适的产量，才能够让你利润最大，就是让你发大财啦，哦。祝大家都能够发大财啦，不要要跟着市场走，不是跟着秃头走。然后，我是中山大学气管系佘建元，我们下次见。